有时候我会给老师做个观察。珠宝过来，珠宝。好乖，我们在咪咪家。你再给他吃一个那个鸡胗。不要，我不要再吃，我们不要再吃。对对对，他真的很爱吃。他只是外面好咬的。你给他放下来好吗？让他去熟悉一下。这样对我叫没得听哎。对啊，对你叫没得听。好乖，坐下，好乖。不过应该不是对我叫，应该是对里面的声音叫。你看，真的，哎，真的耶！我觉得妹妹观察力好好，她真的跑去看人家。好乖，好乖。又要管闲事，然后又要跑吃。你要去喝水吗？然后就喝了，可能半天。哇，这么厉害，自己会去找呢？他真的跑去喝水。我会喝别人的口水味，有些狗会不愿意哦，因为那水我还没换新的。哦，真的有的狗会不愿意喝别人的水？哦，不是有，是很多。很多吗？我们家三只都喝。会，他们会稍微闻就觉得好像蛮多其他味道，就会不愿意喝。通常我要打这整个水换掉都。哦，要这样。宝宝好乖哈，你检查完了没啊？哈，你看这里好开心哦。